NTK 哎 NTG 66价钱是59 free size 啊，这件针织上衣数量很少啊，要的话啊，看中了就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了、啊。NTG 66价钱59 SML 的顾客或者是小 L 的、啊，基本上都是穿得到，因为这个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。我身上穿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orange 红。黑，这个是pastel green， 在橱里面，在橱里面，还有紫色 ，OK， 还有紫色 ，NTG 66价钱是59，针织面料弹性是非常大，它是属于 soft 和棉的那一种针织面料，衣领是属于这样子 V 领的 ，OK， 然后腰围这边这样子是有修腰吧。V 领，然后这边一样是这样子有螺纹面，那一个有这样子条纹的那一个面料来的，袖子这样一样啊，是这样子有收袖口。我身上穿的是 orange， OK， 只要 orange 快啊，因为 orange 只有一件而已啊， orange color 只有一件，基本上每个色只有两件，除了 orange color 只有一件啊， OK， 非常舒服的针织面料，五个色，最深的色是有黑色啊， OK， 最深的颜色黑色。然后其他的都是比较 soft 的，就是这样子比较柔系列的颜色，青紫红，还有我身上的 orange。来，我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衣呢 ，OK。OK，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印的就对了，你可以选择搭印和不搭印都没有问题。转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我这里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，没有分 size 哦，所以下单这样子 free size 啊，你只要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OK， 袖子是属于中袖的那个袖子 ，OK， 小 V 领刚刚好 V 啊，不会太 deep V， 你要比较 bright 的颜色，除了红，你可以带着我身上的 orange， 我去换青色给你们看先。啊，这个款式最深的颜色就是我身上的黑色 ，OK， 黑色。然后说弹力方面是属于非常大弹力的一个针织面料，这个针织面料也就是说是我们天气穿的哈，就说平时你上班穿是肯定是没问题，没有拉伸的话整体是这么的宽，然后说拉伸的话一样它是可以去到蛮大，所以说如果你是小 XL 的哈，这个可以哈穿得到，毕竟说它是属于非常大弹力的一个针织面料来的哈。 OK， 来你也拉看了一下，没有拉伸整体是这样子，拉的话它可以多蛮多的哈，所以说 XL 啊，如果就是小 XL 的话，可以哈，这个款式是穿得到的哈。所以说颜色方面最深的话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 ，OK， 要的话直接直播上来带走，因为数量太少了哈，这个款式。所以谁要找针织上衣的啊，不要错过这一个款，因为基本上我们上几期的针织面料上衣都没了 ，OK。像我们之前讲的这样子的针织面料啊，是适合我们的天气穿的 ，OK， 我们不会说的选那些毛毛痒痒啊，不适合我们的天气穿的，这个是适合、啊、我身上穿的是 pastel green， 很简单，你可以配短裤，或者是像我现在这样子配半裙都配得到，还是配上班的裤子一样是配搭得到，腰这边它是这样子有修腰吧，V。小 V 领啊，不会太 DV， 如果你不要它这样大件，你不要它这样长的话，你可以搭印进去。现在是我不要搭印，我给你看整件上衣的长度 ，OK， 是这样子的。袖子这边一样是有这样子，袖口这边是这样子有修腰，袖口这边这样子的 ，OK。然后属于中袖啊，就是到 elbow 这一边那个长度啊、你要比较粉色，比较。soft 的 color， 然后比较显白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 pastel green， 最深的话就是刚才助理身上穿的黑色，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亮的颜色，你不想穿带走红，你可以带走这一个 orange color， 我去换紫色给你们看啊。Mistake 你的是黑色收了，
实它是属于一个中袖的长度 ，OK。那么呢，中袖的长度好处是在于，给那些大大肉比较多，像我这样子的，它都应该说该遮的遮完了，它的长度是到这一边啊，所以说这样子长度的袖子穿起来一样，就是说，帮我们比较不好看的部分都遮住了，所以说穿起来就是说就会有那种比较显瘦的效果。这个，所以说那些说常常说比较不敢穿短袖的，或者说穿没有袖的，这件非常适合，它是属于一个中袖，所以说该遮的部位不好看的都帮我们遮起来了哈，这一个袖子的长度哈。还是说佛那些想穿针织，可是之前嫌我们的针织比较贴身的话，你可以带走这一个款式，因为这一件是属于比较大件一点点的 ，OK， 比较多，然后是比较多空间就对了 ，OK， 加上它的袖子，像它助理讲，它属于比较中袖。OK， 该遮的都跟你掩盖到完了 ，OK。可是NTG 六十六价钱只是59针织面料，然后这些针织面料像刚才讲的是适合我们天气穿的就对了。我身上穿的是紫色，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啊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下来就对了。转后面是这样子，它 V 刚刚好 V 啊，不会太低 V， 不用怕会走光之类。再把上衣拉多一次出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打印，就算你不要打印的话啊，它一样啊，可以盖到你的 hip 的一半啊。如果你是穿裤子，你可以盖到这边 hip 的一半。OK， 五个色，紫色、青色 ，OK， 然后这个是 orange。最深的色有黑色，再来就是红色，我就换红色给你们看，最 bright 的颜色就是红色了 ，OK。整件上衣带摁进去啊，这一次。你可以选择配搭西装裤、半裙，或者像我这样子配搭牛仔裙，或者像助理这样子比较休闲的话就配搭短裤。OK， 或是 NTG 六十六，价钱只是59而已。上衣的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打印，你可以选择打印。和不答应都没有问题，转后面是这样子的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啊，就从头套就对了 ，OK。S M L 或者是小 X L 的顾客都穿得到啊，这一件上衣 V 领不会太低 ，V 不用怕会走光 ，OK。我就换黑色给你们看这个红呢，它是属于比较暗的，它不是那种 bright 的，它是属于辣椒的那一种红，可是它不是那种很亮的那一种红就对了 ，OK。可是 NTG 六十六，我去换黑色面料，就像刚才讲的，它是属于针织面料，弹性非常大的那个针织面料就对了。所以现在讲的它是 free size， 下单的时候你只要打困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基本上所有 free size 啊，下单只要打困和颜色，不需要打 size。OK， 来，我换了黑色，
最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 NTG 66，五个色，黑、红、紫色 ，OK， 紫色 ，Orange， 还有这个 Pastel Green，OK，加我身上的黑色。扣是 NTG 66，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没有的话，我就介绍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半裙牛仔半裙。我们经营很久了，没有这样子的牛仔半裙。要的话，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啊。OK， 牛仔半裙一共有两个色，卡其和蓝，有弹性的牛仔半裙啊。下单打扣和所以牛仔半裙的扣是 PHJ86，价钱是82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OK， 谁要 XL 的快啊？因为 XL 的数量很少而已，两个色，蓝和卡其。